吃雪啊！哦，我走在雪里，好浪漫。哎，才100块，100块日币，好开心啊！来了，现在是2023年1月份，回味了3年，准备要再次出发去日本。这一次呢，我就跟一位最好的，就是那一位登登，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没错，我们就是要去东京日本滑雪去。我们搭的是凌晨2点多的红眼班机，现在准备要去登机了。好多人啊，很兴奋啊，好困啊，好兴奋啊，我要准备开始睡觉了。我们抵达了，抵达日本了。我眼睛都还没张开。出海关到地下一楼，结果发现这边还没开。有插座的新干线。吃雪啊，吃雪！我们来吃一间面店，隔壁桌有那个日本高中生，是一个乌龙面跟米粉加咖喱，就是一个你想象得到的味道。你的嘞？酱油意面，像4分满，10分，10分就给4分，完蛋。这很像家里会吃到的东西，就是家里妈妈可能卤味卤一卤剩下的汁，然后拿来煮成汤面。我们吃饱午餐，玄府要进去啊，最期待的。20岁以下不能进去，那我刚好可以。OK。包。上面有排行榜。看这家伙，忍不住了，他一杯不够，喝2杯。是要让他煮酒啊？哦，喝完就放在这里，然后就可以洗手。啊，出水了！哇，哎，才100块，100块日币，好开心啊！看你笑那么开心，是会辣的吗？不会，蛮顺的，一点点甜，米的味道，那算好喝的。但我觉得我喜欢更甜一点的清酒，因为我是小孩子。我觉得是不错，它是尾劲有点酸，有点米香，这样。比想象的好，他要来喝排行榜上的美酒。哇，好酸哦，蛮酸的，像苹果。他现在喝饮料，我觉得很棒。嗯，好甜啊、哦。等一下要买了吗？这好喝啊，好像喝饮料。月后武士美酒，第四杯，就是美酒。那虽然好喝的，不会太甜。这是透明的吧？好像没什么味道哎，有一点点酸酸的，清酒好像都有点酸酸的，尾韵蛮酸的，我觉得好像比第一名的那个好喝，毕竟是2倍加钱。第二口好像还好，喝到后面蛮好喝的。哦，颠覆了我对清酒的看法，不错不错。一喝进就是酸酸的，它完全没有酒味。干干干的感觉，然后酸酸甜甜的，酸比较多，甜一点点，算特别的，一点点醋的感觉，但是又没有那么醋，就是一点点。那怎么样？你刚刚喝了几杯？5杯吧。刚刚喝的排行榜上的就是这个长者胜美酒，觉得那一间还蛮有趣的。不管喝美酒的我，喝完就开始对它有点兴趣了啊。来这边可以去那边尝试看看啊。要不要买点心？你现在喝完酒要吃点心？买一条咸鱼啊！这间店很美耶，漂亮哦。文武大大说要玩抽奖的游戏了，这边是4等、3等，这是特等。觉得你会抽到低等奖？我刚才抽到2等奖。会抽到什么呢？啊？开了，是的，我就知道，哇，可气可气，就他了，好，抽到了，你要不要抽？
我们现在准备要走去饭店康泽新系负一度体感温度负三，我们要走大概七分钟左右。外面飘着雪，好浪漫哦。终于到了。哇，这个厕所进来还有个厕所。哇，这里还有个小浴缸。哦，你看啊。哦，你说这样跳下去不知道不会怎么样。沙发超棒，饭店里住雪地，我们千辛万苦跟那个店员讲好久好久，一直用翻译，终于卸完雪具了。我们现在换好衣服，准备去试滑一下，因为外面下大雪。怎么样啊，宣布？好厚，厚真的哎，真的。我们刚刚已经滑了一下子了，因为今天只能滑大概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也没有买任何的缆车券。结果这边雪况很好，所以随便滑都会动。看我有没有进步？哇，下雪！很巨，很巨，这个人也很巨。哇，好，前面就是我们的康泽东印酒店。下午来，因为是太狼狈太冷，完全没有办法拍摄啊。这个雪真的有够可爱的，哎，你踩一脚看看，哇，这干就算太高了吧？这么小了，不要在那边玩，在那边瀑布啊！各位观众。看，要通往饭店的路上，雪超软。看那一台车啦，好可爱。我们下午就是在这边滑雪啊，就跟饭店连接在一起。哇，这样离饭店都很近，滑完立刻就回到饭店了。对啊，真的好爽，真的很方便。这边除了雪具就太旧了。晚上回到房间了。再来细细的导览一下啊，我的房间可以装饰跟跳跃，还有很大的衣柜、免治马桶、镜子、泡澡，这其实蛮深的，大概12-13平，两个人住非常绰绰有余啊。晚上外面还是看得到雪景。好了，介绍完毕了，洗澡睡觉，准备明天的滑雪。两个人只买了20公斤的行李，行李箱可能就10多公斤了，所以我们所有行李都要拿出来，衣服都要拿出来穿在身上。没错，还要自己手提，然后行李箱里面都是空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的重量好像还超过一点点，不行，又要再拿东西出来。差不多，20点。三碗冰了吗？你要不要练背后啊？贵的，贵。飞起来了！哇，那好漂亮！